一个好的肉质，从饲料，环境，各方面都要去考虑。这个等于是一个里利号码，像这个我们一个昆美的 P 幺是2370，等于这个母猪20头，它是20头母猪，在整个厂里面到现在为止是第2370胎。这有我都意外呢，无这一老赢吼，可能做安尼来。它无聊的时候，因为它有味道，所以猪别只有填过了，另外一个猪它又会来抢我，抢玩这个玩具，这样它比较不会无聊。其实它只是不会讲，它的行为其实跟人都是一样，它也是爱玩。猪小时候也是爱玩，那你必须要让它有一个第一个足够的空间。有让它有玩具，甚至说它的整个的饲料、饲养管理、人员对它的照顾，全部都应该要注意到。希望说在这个饲养过程当中，能够尽量的去做一个善待动物，属于比较人道的一个饲养的方式，尽量朝这个方向去做。好的猪肉。它的饲料很重要，所以我们知道说什么叫 input output， 你给它吃什么东西，它一定会反映在它的肉质上面，跟我们人一样啊，你天天吃咖喱，你的流汗就会有那个味道了，慢慢你的体质会改变了，所以我们比较重视就是说你要让猪在吃的饲料的干净度，它的卫生。健康，这个很重要。吃食物它不只是吃到美味啊，最主要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先健康。